上一字排开，一人一句念着 rap， 全场气氛动感火热。由万民敬拜祷告中心的神爱之音团队、欧赞音乐以及日本冲绳的福音饶舌团三大福音乐团聚集，共同举办的嘻哈狂热音乐分享会，打破饶舌音乐只是反社会或情绪宣泄的既定印象，结合福音歌词，要吸引年轻人踏进教会，感受不同以往的基督文化。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对教会的印象呢是很严肃，或者说安静，但是呢要改观他们的观念，教会可以这样子的音乐。谁说 hip hop 不能传福音？其实在 hip hop 里面有很多神的话语在里面，我们利用着饶舌的一些元素告诉大家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。希望的就是这些年轻人回家不只是说哦我今天很嗨，而是圣灵有一个种子留在他们心里面，他会慢慢的成长变成一个大棵树。长达两小时的火热嘻哈中，歌手们利用每句歌词传递上帝的美好，也加入了团员们的生命见证，赋予嘻哈更深的属灵意涵。虽然我不爱念书，然后我从国小就会抽烟，然后国中就喝酒，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教会，我离开了18年之后，我都没有好好的祷告。我突然之间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，我说如果你是神的话，请你帮我。Hip-hop 音乐传递的是一种态度，有一群人正在用传福音的态度把人领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。